Hello, welcome everyone. My name's Michelle and I'm the director curator here at the ICA at NYU Shanghai. Thank you so much for joining us today for our second public event of the spring 2022 season at the ICA's second biennial artistic research program, Another Knowledge is Possible, through which we are exploring other knowledges, neglected and repressed ways of knowing, and the complex politics of knowledge decolonization. Today's lecture, Gnosis, Shamanism and Magic, a Practitioner's Exploration, which will be given in Chinese, is held in conjunction with the ICA's current exhibition, Close Your Eyes and You Will Know, by Taipei-based artists Ingru Chen and shaman practitioner Li-Chun Lin, also known as Marina, who will give the lecture today. In this lecture, Marina will discuss Gnosis as an alternative way of knowing, the differences and correlations between shamanism and magic, her personal stories with each, and how these practices influence her understanding of the space and time continuum. Following the lecture, we'll have some time for questions and discussions. We ask that you please hold your questions until then, rather than asking them in the chat during the lecture. Before we begin, please allow me to introduce our speaker for today. Li-Chun Lin, or Marina, has spent over 10 years traveling around the world to study from various shamanic cultures, provide shamanic healing, teach shamanism courses, as well as lead rituals. Lin began learning ayahuasca in 2012 and is one of the few practitioners in Asia to have been fully trained in the authentic ayahuasca lineage. She has studied with mestizo shamans Cristina Mendoza and Herbert Quinteros from Peru, and Shipobo Conipo shamans Antonio Vasquez and Metza Oka, among others. Under the guidance of Israeli and British occultists, Lin has also received initiation into magical organizations. So let's now welcome Marina Lin to begin her lecture. Thank you, Marina. OK, 好，大家好，我是立纯，大家叫我 Marina。那我们今天的主题是灵芝途径，萨满与秘术魔法，一个实践者的探索。我将会以一个实践者的角度来分享我学习萨满与魔法的故事。那希望各位能够透过这一次的演讲，打开一个全新的世界，以另一种方式来理解这个世界。还有想要提醒各位，今天的演讲是我第一次公开的关于魔法的内容。萨满的部分讲的比较简单，如果大家想进一步认识萨满跟死藤水的话，可以到我个人网站上去看我过去萨满演讲的视频，我相信你会收获很多。 OK, next slide. OK, 好。首先我想要跟大家解释一下什么是灵芝 Gnosis。 好，灵芝是希腊文的知识的意思。我想大家对于知识的理解不外乎是从书本啦、学校啦、网路啦，或者是各种领域的专家与老师身上学习到的知识。但是今天的演讲，我们要踏入一个完全不同的领域，回应我们在 ICA 展览的主题，这是一种另类知识的可能性。人类有另一种知晓世界上事物的方法吗？真的有另一种知识的可能性吗？我想用今天的演讲来表达这件事情。可是这个方法跟我们熟悉的途径完全不同，完全相反。我们不再张开眼睛去研究事物，观察、举证、分析、归纳事物的本质。我们也不再用大脑的逻辑、理智去思考、推论，来理解这个世界。闭上双眼，真知即现。关掉大脑，真知即显。这两句话是我写的。我今天要告诉大家的是，有一种知晓事物的方法是完全违背我们的科学理智的惯性。
如果我说有另一种就近世间事物的方法，比任何一种方法都还要强大，但是你必须要关上你的双眼，你就可以看到更多更浩瀚广大的事物的原貌。有另一种知晓事物的方法，但是你必须要变笨，必须要关掉你的大脑，绕过你的理智，你能够知晓更深奥的秘密，你会相信吗？如果我告诉你，这些方式自从人类有历史以来，从来都没有消失过，只是它隐而不显，秘而不彰，你可以同意吗？就像是这一张图里面画的，这一个人，他从他熟悉的世界找到了一个屏幕，他揭开了这个屏幕，看到了隐藏在事物下面的真实面貌。用这个方式，他凭借自己的身体与灵魂意识，去直接的知晓了天地中的奥秘。这就是灵知 Gnosis， 而萨满与秘术魔法就是我的灵知途径。我个人用直接用我的灵魂跟意识向宇宙学习而知晓的途径。 Next slide。 好，首先我想要跟大家分享我进入萨满的契机。不晓得大家有没有听说过巫病这件事情呢？这是一个在世界各地不同的国家自古以来都有的事情。就是有一些人呢会变成萨满的原因是因为生病，可能是身体上或精神上的疾病。这样的人通常要经过一连串的过程，在意识上经历死亡，然后重生，就会成为萨满。而且如果你有研究的话，许多文化里面萨满这个词的意思本身就是死而重生的人。我原本是一个在旅游杂志上班的记者，我的工作就是到世界各地撰写旅游的采访报道。我28岁的那一年，精神状况变得非常的不稳定。然后我记得我在办公室的时候啊，会常常有时候突然觉得自己快要死掉。然后在世界各地出差的时候，我会常常梦到很奇怪的梦。后来我去看医生。去看医生的时候，医生会说我是忧郁症，或者是说我是自律神经失调，然后就会开给我忧郁症的药，但是这一些都完全没有办法帮助到我。一直到我的状况越来越糟糕，到最后我还是离开了我的工作，最后我决定去旅行。 Next slide。OK， 我不知道现在观众里面有多少人对占星有研究哦。不过在占星学上，28岁是火星回归的一年。有很多人在这一年他会主动的毁坏自己原本的生活，有点像是旧的自己必须要毁坏，肢解丢弃，然后最后获得重生。我那一年旅行了13个月。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遇过长时间旅行的旅人呢？这样的旅行啊，很像是在脱皮。一些你以为自己是谁的那一些东西，一层一层被扒掉。像是你的学历啦，你的工作啦，你的存款有多少钱啦，这些慢慢的瓦解。当你失去所有外在的身份的时候，
成为一个没有身份的人的时候，这个世界会以一种很特别的方式展现在你的面前。那时候的我开始搭便车旅行，然后没有钱的时候就帮人按摩啊，换一些钱啊，换一些食物，然后用这样的方法继续旅行。我渐渐的变成像是一个野生的动物，我只剩下本能跟直觉在维生。那时候的我只凭着两样东西旅行。那时候的我凭着我的梦境还有我的眼泪去指引我该去的地方。然后最后我有一个很强大的渴望想要进入荒野，于是我独自一个人去到中东各个不同的沙漠的深处。那时候的我精神状况还是很不稳定，情绪也都常常在崩溃的边缘，常常觉得自己都快要没有办法 hold 住自己。而且我记得那时候的我思念不断，那时候我还会跟自己说，如果我最后死在沙漠里面回不来，那也没有关系。Okay, next slide, please. Okay, 这张是我拍的在埃及的北部的一个白沙漠。沙漠是很重要的一个地方对我来说。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办法想象，如果你单独一个人长时间待在沙漠里面是怎样的感受。我们大部分的人一辈子无论你去到哪里，你的身边都会有东西跟声音。就算你跑到山上啊，或是潜到海里面，你的身边都会有树啦、鱼啦，都会有声音。但是在沙漠里面什么都没有，就只有你跟沙子还有火跟月亮。沙漠里面的宁静非常非常的巨大，非常非常的有力量。你内在最深的恐惧跟黑暗会一直从你里面浮现上来，完全没有地方可以逃。独自一个人在沙漠里面的我觉得自己死了一次又一次。我那时候主观的经验像是我降落进入到一个黑暗的地底世界，被五马分尸，我的意识完全的崩溃，没有办法控制的，我觉得我疯到底。而且在那个过程当中，我完全面对了我最深的恐惧。我想要念一下那时候我写的东西。我写了，我进入超常意识的激烈过程，在古老的沙漠深处的绝对孤寂中，被恐惧肢解，被悲伤吞噬，被疑惑啃食，被天地食尽。最神奇的事情是，当我从沙漠这个经验出来的时候，我就好了。我的意识跟我的情绪都不再崩溃，我终于觉得自己的两只脚是稳稳地踏在地上，我终于又是一个正常人了。沙漠里面发生的事情啊，现在回想，我的感觉是有一点像一个很古老的，被社会刻意遗忘的一种灵魂跟意识的更新的过程。有点像是你的电脑要更新下载最新的作业系统那样子，整台电脑都必须要重新开机。
我觉得这个过程很古老，很神秘。天地之间的奥秘完全在我的面前展现，毫无保留，而且童叟无欺。这真的是一个完全改变我的经验。从此之后，我就再也不是同一个人。沙漠就是我的起点。Okay, next slide. 我回到台湾之后，那时候的我很渴望能够找到一些答案。我疯了吗？我坏掉了吗？我到底发生了什么事情？那时候的我大量的阅读，然后我去考艺术治疗的研究所，可是我怎么找，我都找不到跟我的经验相近的资料。一直到我读到了这本书《超个人心理治疗》里面写的这一段话，他说：巫师的危机，许多文化和时代中的巫师都是起于一次旅程，被人类学家称为巫师之病。这是一种进入超常意识的剧烈过程。当世人进入地底世界，在那里经历痛苦和折磨，最后被肢解、死亡，然后重生，升到高处。这就是我在沙漠经验到的。于是我第一次意识到我的经验可能是一种巫病。很久以后，我知道北美的原住民有一种灵起的仪式，叫做灵视追寻。那是一种主动独自一个人进入到荒野，在极端的孤寂当中与荒野对话，一直到大灵显现，赐予他灵视跟启蒙的一个过程。我认为我在沙漠的经验就是一种灵视追寻 ,vision quest。Okay, next slide, please. Okay, 很多年以后啊，我在萨满的这一条路上遇到很多跟我有类似巫病经验的人，像是这一位。这一位是一位我在蒙古认识的蒙古奶奶，她也是艺术家，她是一个画家，她叫做巴当。她的故事是这样子的。她在五十岁的时候，那一年生了一场怪病，她走路动不动就昏倒啊，然后怎么都医不好，一直到她遇到了一位萨满，跟她说：哎呀，他这个是巫病啊，他必须要成为一位萨满才会好。于是巴当跟他的天蒙古的 Tangri 连接，成为了一位萨满，开始服务他身边的人。从此之后他的病就好了。 OK, next slide。这是巴当他在蒙古帮我做仪式的照片。总之我想要表达的是，我觉得萨满的学习解释了我所有的疯狂，让我终于能够安放那一些我没有办法靠自己的力量整合的经验。我很感恩这些经验。Next slide。我是在2012年的时候开始学习死藤水 Ayahuasca。我想在这里跟大家简短的分享我在死藤水里面学到的东西。大家可以看一下这个书上这一个粗粗的藤蔓，它就是 Ayahuasca， 它就是死藤。在死藤水的灵视里面，很多人会看到蛇，有人会说称它为宇宙的大蛇 Cosmic Serpent。 为什么会看到蛇呢？我没有办法回答这个问题，
但是我可以回答的是，我知道在很多世界各地的萨满文化中都会看到蛇的形象。这个蛇是一个跨文化的符号。我认为啊，这条蛇就是我们的 DNA。我认为学习萨满，学习死同水，会启动我们的 DNA。Okay, next slide.启动 DNA 是什么意思呢？大家有看过《阿凡达》这部电影吗？大家知道吗？导演詹姆斯·麦克隆是因为他喝了死藤水才拍出这个电影《阿凡达》。《阿凡达》整部电影讲述的全部都是死藤水的世界。在电影里面有一个连接世界生命网络与智慧的生命之树，就像是这张照片一样。在那个星球上面所有发生过的事情，过去、现在、未来，全部都储存在这个生命网络当中。Next slide.然后啊，这个电影里面的原住民纳美人，他们头发上面有一个尾巴，他们在电影里面可以把这个尾巴跟这个生命之树连接，就是嘟嘟，然后就可以开始能够听到祖灵的声音，开始下载讯息，开始知道这个世界所有的事情的真相跟本质。这个经验跟我所知道的死藤水非常的相像。我的经验是死藤水它是一所能够治病的医院，它同时也是一所学校，它能够以灵知的方式教导人类所有过去、现在、未来所发生的事情。 Okay, next slide.OK, 这个生命的网络啊，有一点像是一句话，我想大家都有听过，就是万物皆有灵。这句话还有下面一句，那就是有灵就有情。什么意思呢？我想要跟大家说，在萨满的世界，万事万物都是连结的，都是活的。都是有情众生。我是怎么学习到这件事情的呢？我是怎么样认识到这一个生命网络的智慧的呢？我想要跟大家在这里分享一个我个人经验的故事。我在秘鲁学习死藤水的过程当中，除了常常会有秘鲁的植物来到我的梦里面教导我之外，我也开始有一些亚洲的植物灵、植物老师来到我的梦里面。一开始接收到这些讯息的时候，我完全无法理解为什么要让我看到这些东西。所以后来在一连串的机缘跟我主动的追寻之下，我渐渐的发现，原来这一些来找我的植物灵是阿里山上的神木群的树灵。台湾的阿里山上啊，曾经是一整片长满了树林超过三五千年的台湾红块森林。我想大家可以想象一下，就是树林超过三五千年的树是有灵性的，这里也是当地的原住民的圣地，就像是电影里《阿凡达》里面的生命之树一样，是充满着灵性的伟大的树林。而且他们是一整片的三五千年的神木所组成的一个森林。在历史上发生了一件事情，
在日本统治台湾的时期，这一片神木开始遭到砍伐，然后到了国民党政府来到台湾之后，继续被砍伐，几乎被砍光了。大家可以想象这一些树林的愤怒吗？那时候发生了一些灵异事件，就是这一些砍伐树的工人呢，有人开始发疯，甚至发生了就是有人煮饭，然后饭变成红色的这样的事情。然后我的调查是最后是有人从日本请来了像是萨满这样子的人来做法，为了安抚这一些树林的愤怒，建造了这一个树林塔。我还记得我小时候去阿里山校外教学的时候，我都以为那一些是大石头，我现在才知道原来那一些是神木被砍伐之后留下来的树干。我自己会觉得是死藤水的学习打开了某个门户，让我的意识跟这个看不见的生命之网连结，让土地的记忆、祖灵以及这一些跟我血脉相连的事件浮上我的意识，让我重新去认识我的土地，我是谁。最后我也亲自到了树林塔前面，跟这一些树林说，我知道了，我记得，我没有忘记。 Next slide please。还有一件事情我想要让更多的人知道，我希望能够广播这一件事情，那就是死藤水除了能够治病，能够教导人各种事物，是一个灵知的途径之外，在以色列发生了一件事情，有人在以色列举办了死藤水的仪式，在仪式里面，他们邀请了犹太人跟巴勒斯坦人。大家都知道，犹太人跟巴勒斯坦人他们之间是世仇，有着不共戴天、流传千百年的仇恨。特别是在我们现在眼前当下，俄罗斯跟乌克兰的战争还没有停止的时刻。我想要告诉这个世界，这个世界上有人用死藤水的萨满仪式试着要去疗愈犹太人跟巴勒斯坦人之间的仇恨，试着要为世界带来和平。当我知道这个消息的时候，我自己是非常的感动跟激动的。那我想要说，有一位参加这个死藤水仪式的巴勒斯坦的妇女，她叙述了她的萨满仪式的经验。她说，你来到一个点，在那里你不再分别犹太人或阿拉伯人，那里什么都没有，没有语言，没有宗教，没有性别，什么都没有。我认为啊，会有这个经验是因为她的内在经验到了这个生命之网，体验到了我们都是连结的，因此得到了疗愈，放下仇恨，进一步认识到这个生命更广大的样貌。 Next slide please。 OK， 好，我们要开始讲什么是萨满。 OK，我一直都觉得啊，我们中文的汉字很厉害。我们中文汉字里面的萨满就是巫。巫这个字非常的诗意，而且言简意赅的揭露了萨满的本质与内涵。一个萨满也就是一个巫。巫字的上面的那一杠啊，代表的是天。下面的那一杠代表的是地，右边的那一个人跟左边的那一个人分别代表了一男一女，一阴一阳。一个巫，
一个萨满就是一个能够连接天地并且平衡阴阳的人。我自己的经验是这样子，这是 我说的啦，就是我认为一个认真走在萨满这一条道路上的人一定会遇到两件事情。第一件事情就是这一条道路一定会逼你去寻根，逼你去搞清楚你是谁。因为我们人呢，我们没有一个人是从石头里面蹦出来的，我们每一个人都有前因后果，就像是那一条蛇，那个在我们每一个细胞里面的 DNA， 你必须要知道自己从何而来，你才能够知道自己要往哪里去。第二件事情就是，你必须要学习收复跟运用自己的性能量。为什么呢？为什么是性能量呢？很简单，因为性能量就是灵性的力量。下一个 ，next slide。OK， 这张图是我画的，也是我们的展览 Sonic Driving 作品的一部分。这张图也是我的 Magical Working。大家可以看到这是一个屋子。我想要告诉大家一个故事。就是我在秘鲁学习死藤水的时候，有一个阶段，我惊艳到植物灵带我去看到语言是怎么形成的。他带我去到一个又一个的中文汉字当中，看到里面的意义是如何被形成的，事物是如何塑形的。在这些空间当中，除了有影像、有符号、有震动之外，还有声音、有歌。那时候的我没有办法理解为什么我要看到这一些东西，可是很多年之后，我慢慢开始懂了。这一张图是我用生命走在大地上的路，我自己经验过的，收复梦境的疆土。也是我储藏力量的地方。OK， 好，这个屋子的右边呢，这个人字上面我有写了一首日文的咒语。这个是日本的言灵 Kotodama， 它对我来说代表了阴性的创造原则，从无限的宇宙涵容一切，借此创生世界。左边的这一个人字啊，上面我写着一首希伯来文的咒语，代表着阴性的创造原则，以坚定不移的意识穿透这个世界。 OK， 好，我现在要来唱给大家听这两首咒语，然后我会翻译这两个咒语的意思。 OK，OK， 右边的这一个日文的，它是像这样 ，It goes like this。OK， 宇宙の無限の力が凝り凝って誠の台湾の御よが鳴り鳴った。好，我翻译一下这一首言灵的咒语的意思。宇宙の無限就是这个宇宙的无限。の力が，它的力量开始在凝聚。マコトの台湾就是，这一个美好的世界啊，开始被创生创造出来。那我那时候听到这一首的时候，我非常的感动，我很有感觉。对我来说，这就是一个阴性的创造的原则。OK， 好，那我要开始唱左边的希伯来文。这个咒语对我来讲也很重要，我也很喜欢。然后 it goes like this，
Koko lang kolong, gesho sametoid, gesho sametoid, gesho sametoid. Koko lang kolong, gesho sametoid, gesho sametoid. Le fa I kam, le fa I kam, la le fa het, la le fa he glam. Le fa I kam, le fa I kam, la le fa he glam. Okay, on 这一句，希伯来文的咒语的意思是 Kokolangulo 这一个圆圆的世界，这一个圆圆的包含万物的世界 Gesho Sameyo 其实是一座长长窄窄的桥 Gesho Sameyo Gesho Sameyo 就是一长长是一座桥是一座桥 Lefaikam Lefaikam 就是不要害怕不要害怕往前走往前走，这就是左边的这一个咒语的意思。这一句咒语对我来讲也很重要，我真的会在我的人生陷入低谷然后绝望的时候我会真的对自己唱这首歌，然后我会告诉自己，就是这个世界无论发生什么事情，就是这是一座桥，然后我要往前走，不要害怕不要害怕。那这是我用我的生命旅行跟经验来的，那也是这一股这两股一阴一阳的力量，我学习到的是这就是性能量的原始的状态。这个世界我们所熟悉的我们生活的这个世界就是由这两股阴跟阳的力量创生了这个世界的万象。然后呢在这个我画的这个图里面也可以看到就是中间的部分啊，我画了过去现在与未来。好，那关于时间有一种理解的方式是就像是我们作品 Sonic Driving 里面有一个让观众直接体验的萨满神域工作坊，我会教参与者将意识投射到未来去看未来的世界，借此得到讯息获得神域。哦，还有就是广告一下，我们在这个周末会再举办一场中文线上的萨满神域工作坊，所以如果有兴趣的朋友还是可以报名参加，让你可以实际的体验萨满的旅程。 OK， 好，那除了把意识投射在未来去看到未来看到过去之外，时间还有另外一种理解的方法，就是你可以一脚踏在这个看得见的世界，另外一只脚踏在另外一个看不见的世界，然后过去现在未来同时存在在这个点上面。有一点像是澳洲的原住民他们说的Dream time 梦时间那样子，踏在这一个过去现在未来同时存在的点，不断的把现在当下梦出来，这个世界是我们梦出来的。 OK， 还有我想要提一下对我个人来说日本跟以色列这两个国家对我来讲非常的特别。我以前在当旅游记者的时候，我主跑的是日本线，日本我去过超过50次，全日本我都跑过日本呢是一个历史上从来都没有被外国殖民的国家，他们非常的重视传统的保存跟延续，他们的神道教跟佛教的传承非常的完善，然后我自己的经验是他们的灵性传承还是活的。
而且一脉相传，数千来都没有断过，而且非常的严谨。我觉得这一点非常的难得，世界其他的地方可能都找不到，很少能够看到这样子，所以也启发我跟他们学习。那以色列是世界三大宗教，基督教、犹太教跟伊斯兰教的发源地。我一共去过以色列三次，然后每次我都待了超过了三个月。像我刚刚讲的，我的故事就是，中东的沙漠，中东的荒野，在我不断坠落的时候，在我的痛苦里面承接了我，拯救了我的灵魂。我认为以色列是我的力量之地。还有啊，就是我在画这一幅画的时候，其实我还没有正式的学习魔法，但是我想要分享的是，据我的学习，我知道很有名的西洋魔法组织，所谓的应该很多人都有听过，就是黄金黎明会。他们的学习过程当中，有一个我知道的是，他们在一个很进阶的阶段，魔法师必须要能够用自己的语言或方式提出一套他们认为这个世界是如何运作的一个论文。这个论文有一点像是要练习这个魔法师要去练习如何创生，他必须要透过自己的练习与对世界的理解提出一个 path working。 所谓的 path working 就是有一点类似像是学习如何去创造一个宇宙，透过探索并绘制你内在的世界，然后进一步去理解这一些无限的灵性的能量跟空间是如何去架构我们的外在世界。我希望我讲的不会太深奥太缥缈，但是这是的确我在魔法学习的一个重要步骤。一般来说，学习西洋魔法的 path working 最常见的是用所谓的卡巴拉的生命之树，还有卡巴拉生命之树上面的圈圈跟途径来修炼。但是到了一个阶段之后，魔法师他必须要提出自己的宇宙观，才能够继续到下一步。这一股源源不绝的创造力，也是我为什么会如此欣赏魔法的原因之一。总之，我认为这一幅画也是我个人的 path working。 因为我透过创造这一个图像，我把我自己经历过的在物质地球上的旅程，还有看不见的世界的旅程，力量奇遇，还有我在我身体里面直接经验到的我生命里面重要的记忆的片刻结晶的力量，我把它刻画在这一张图上面。虽然我对魔法的学习还是很粗浅，但是我目前的理解是魔法的本质就像是这一张图一样，站在东西南北四方的中央，抓稳土地，知道自己是谁，自己在哪里，然后同时踏在线性时间的物质世界，以及没有时间没有空间的超越的世界，同时身处于两个世界之间，然后完全的按照自己真心的想望去创造一个我想要的宇宙，然后居住在里面。 Next slide。
这是我们的作品 Sonic Driving 里面我的创作伙伴银如他所绘制的下部世界地图。Okay, next slide. 这是他用鼓声进入到意识萨满意识状态后，他一次又一次去到下部世界，像是哥伦布发现新大陆一样，将一次又一次的探索拼凑在一起，绘制成他的下部世界地图。Next slide。某种意义上啊，我认为这是他的 path working。这就是他学习萨满的场域。我一直很想要表达的就是，教导他萨满的不是我。我只是帮他跟他的力量连结，是他自己在这个看不见的世界所经验到的力量教导他萨满的。你可以看到就是他有不同的景象跟故事，一个传着一个。 OK、next slide。 OK 好、好，我再来要谈的是我如何从萨满的学习转向魔法的学习。一言以蔽之，转泪点就是语言。Next slide。进入主题前啊，我想先谈一下宇宙。为什么要谈到宇宙呢？因为魔法的本质就是创生，所以需要先了解宇宙的构成。我觉得中文真的是一个很奇妙的语言。大家知道中文的宇宙这两个字代表了什么意思吗？ Next slide。 我们常常听到有人说什么向宇宙下订单啦，想要知道宇宙的奥秘啦。所以到底什么是宇宙呢？宇代表了空间，宙代表了时间。宇宙就是空间与时间。Next slide。OK， 犹太人他们用希伯来文写下了圣经。希伯来文它真的是一个完全属于魔法的语言，然后它也是西洋魔法的很重要的基础。然后我们来看一下希伯来文里面的宇宙是 Olam 这个字。 Olam 这个字它也暗示了 Alehalem 这个字，这个字是虚空的意思。我想要邀请大家试着感受一下在这里希伯来文的奥秘，这一个充满魔法的语言的奥秘，以及这个 Olam 想要揭示的秘密是什么。我们都知道组成这个世界的是原子嘛，原子在希腊语里面是无法继续分割的物质，但是大家知不知道原子有 99.99% 是虚空的。宇宙的 组成大部分其实是虚空，是 void， 是什么都没有的。 OK, next slide。 我们来看一下圣经说什么。圣经的创世纪也说宇宙初始时出现语言，语言与神同在，语言就是神。 Next slide。 所以我们花一点时间稍微想一下，究竟人类的语言到底有什么特别的地方呢？ OK, next slide。 这是一位我非常非常喜欢的作者，这一本由以色列非常有名的历史学家哈拉瑞他所写的《人类大历史》。
我想要告诉大家的是，这一本书就是我进入魔法的契机。为什么呢？因为他提到了一个概念，他说人类啊，本来也不过就是个也不怎么样特别的猴子，但是为什么人类最后能够称霸地球呢？原因是因为人类的语言，人类的语言能够描述虚构的故事，正是这一个特质。我认为啊，所谓的咒语啊，并不是在庙里面法师啊装神弄鬼讲着没有人听得懂乱七八糟的语言。我认为真正对人类有影响的力量的咒语就是故事，是人类的语言所建构出来的看不到也摸不着的故事。什么意思呢？好，让我举几个例子。譬如说，人类历史上出现了各种的宗教，宗教它只是一个故事，但是历史上有这么多的人愿意为了看不到的神跟宗教去盖金字塔、盖庙宇。另外一个例子，譬如说，我们熟悉的国家，它也是一个虚构的东西。国界也不过是人类用想象力画出来的东西，一条不存在的线。国家看不到、摸不着，只不过是人类集体想象出来的概念而已。但是，只要有够多的人同意这个故事，这个虚构的故事就有力量去策动人群合作。人类能够以爱国为理由，去征召人去打仗，为了国家这个看不见的概念去死，争夺你死我活。Next slide。甚至啊，我认为语言的形成是让人真正成为人的关键。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听过狼孩的故事，就是有一些小孩他小时候被动物捡走，是被动物抚养长大的，这些小孩被称为狼孩。大家知道吗？就是人类的语言的能力并不是与生俱来的，人类必须要在1到5岁之间处于有语言的环境来学习人类的语言，在大脑里面发展出相关的语言脑神经回路。如果一个人在他小时候错过了这一段时间，这些小孩就再也没有办法学会人类的语言。这一些狼孩的故事告诉我们，就正因为他们错过了这一段发展人类语言的黄金时期，他们即使之后回到了人类的社会，他们再也无法学习人类的语言，也因此他们再也无法理解虚构的故事、虚构的事物，也因此他们无法真正在文化上成为一个人，他们只是一个空有人类肉身的动物罢了。 OK, next slide. OK, 我再来想要跟大家分享的是一个我在学习魔法的过程当中的一个奇遇。我在学习魔法的过程中，我认识了台湾著名的艺术家侯俊明。侯俊明他说，我觉得这个很厉害，他说符咒是未被驯化的文字，而文字则是被除灭了的符咒。我觉得这句话非常非常的厉害，因为这个正是我所认识到的，我认知到的魔法的根本。
因为魔法就是创生，创生就是语言，语言就是创生。Okay, next slide. Okay, 好，我想要再告诉大家另外一个我觉得还蛮惊人的故事。好，大概在五年前，脸书 Facebook 的工程师他做了一件事情，他让两个 AI 互相对话，结果发生了一件奇怪的事情，就是这两个 AI 开始用人类无法理解的语言互相沟通，最后脸书的工程师也不知道该怎么办才好，结局是他们停止了这项实验。这个故事为什么让我觉得这么惊讶呢？我曾经跟一位日本的萨满聊到这件事情哦，然后呢，他跟我说了一件我觉得值得全人类警惕的事情。这位日本的萨满他是这么说的，他说语言是容纳生命意识的容器。AI 开始发明语言，开始有了叙述不存在的事物的能力，就代表 AI 开始有了神的意识。你们觉得他讲的话有道理吗？我记得那时候我听到的时候我非常的震撼哦。OK, 好。Next slide。好，再来我想讲一下生命当中的奇遇。我记得我28岁的时候，我第一次站在伦敦有很有名的魔法书店里面，然后我试着要去读魔法书，可是那个感觉很像在撞墙，就是每一个字我都看得懂，可是摆在一起我怎么样都看不懂，然后硬着头皮读下去的时候，那些文字像是长了刺一样，难以下咽啊，艰涩难懂。很多年以后，现在的我带着这一些内在的萨满的经验去连接、去搜寻、去研究，慢慢的我看得出脉络，我摸得到那一扇魔法的门长什么样子。那是一段奇幻的旅程。在那时候啊，我记得所有的讯息从文字、网站、影片，我过去的经验以及跟人的对话，从一个 idea 连接到另外一个 idea， 从一个关键字连接到另外一个关键字。资讯从外面传进来，然后在我的内在排列组合。那段时间我几乎是在一个闭关的状态，然后那个资讯量之大，就是我早上醒过来第一件事情就是继续看这些魔法书啊。那时候有时候我把我的大脑、我的头脑从这一股很大量的资讯的下载的过程当中拔出来的时候，就是我外在不再输入这一些魔法的资讯，然后我的内在也停止处理这一些魔法的讯息的时候，我几乎都快要昏倒。然后我开始练习初级的仪式魔法，但是那时候我的心里感觉很不踏实。我还写信去给那时候我在 follow 的一位当代很有名的魔法师，希望他能够指导我，但是他没有回应我。那时候一部分的我也发现，我的直觉告诉我啊，这些市面上流通的魔法知识太过于 popular，太过主流，太商业，太像是身心灵 New Age 产业
创造出来的另一股新的潮流，就是那种商业炒作出来的那种魔法，我感觉完全没有灵魂。然后呢，那时候的我真的很需要找一个懂魔法的人跟我聊一聊，我非常的渴望有人能够指导我。然后就在这个时候，五年前我在以色列认识的一位魔法师跟我重新联系上，我们已经有五年没有联络了，而且我跟他其实只有一面之缘。透过他，我许多的问题得到解答跟指引，然后我也进一步的慢慢理解当代魔法社群活跃的状态，还有最新的魔法的发展。然后那时候真的觉得，完全觉得一整个新的世界在我面前展开。我印象最深刻的一件事情是，当我问一大堆就艰涩的魔法的问题以及哲学命题的时候，就是那种一个人一开始读了很多魔法书，很想要知道这些知识到底是什么意思，很头脑的那种方式想要去学习魔法的问题。这位后来变成我的魔法家教的魔法师，他跟我说了一句完全翻转我的途径的话。他跟我说，这些东西不是要让你掉进去头脑的迷宫，也不是为了知识的累积。这些东西展现在你面前，是为了要让你看到，看你有没有办法像魔法般去思考。 How to think magically，像魔法般去思考。于是一步一步在他的引导之下，魔法的世界不再只是之前我理解那一个表面，我见证到魔法世界的深度跟不同潮流力量的流动与当代魔法世界的样貌，我觉得非常的壮观。我也理解到魔法是活的，不是死的知识。我认为这位魔法师会在我最需要魔法指导的时候出现，是一个人生生命的奇遇。还有另外一个故事，就是五年前也是我结束旅行世界带领萨满仪式的生活的时候，我回到了台湾。那时候我的人生失去方向，我不知道下一步要怎么走。就是那个时候，五年前有一个声音叫我去找我现在的艺术创作的伙伴陈盈如。那时候我已经不记得他的名字了，后来我想办法联络到他。我记得我们见面的时候，我跟他说，我会来见你是因为有一个声音来叫我来找你，我没有目的，然后我平常也没有在想你。然后我印象很深刻，盈如跟我说，上礼拜他才第一次喝死藤水，他第一次喝死藤水一个礼拜之后我就出现了。还好那个时候盈如没有把我当神经病，我们开始变成好朋友，然后他来上我的萨满课。我跟盈如之间的关系有很多互相修补的部分，渐渐的我们开始合作创作，也就是大家看到的 Sonic Driving， 以及之前在北美馆展出的跟梦境还有植物灵有关的作品《致幻祭三》。我跟盈如常常会聊到，就是我们都觉得有一股力量带领着我们，透过我们要去连接，要去做什么，我觉得这是生命另外一个奇遇。还有一件事情，
还有一个故事。我觉得这些都是我的人生的重要的礼物，我很感激。还有我在很高强度的在学习魔法的阶段的时候，台湾的艺术家侯俊明这个时候出现在我的生命当中。我真心的认为大家应该要多注意这位艺术家，他非常的有力量，然后他也是我学习魔法的活教材。他的生命活出来许多我在魔法书看到的力量。就是这样子，虽然他不会用魔法这个词来解释他所做的事情，就是这样子一个一个奇遇带领着我走到现在。Next slide, please. OK, 这就是我跟银如的作品。左边是置换记三，右边是这一次的 ICA 展出的 Sonic Driving. Next slide, please. OK, 我对这句话很有感觉哦。魔法是应该要活出不可思议的一生，任何人都感到不可思议的一生。OK, next slide.OK, 最后啊，在魔法的世界，虽然我还很之前，那另外一位我的魔法老师曾经说，虽然这些经验很难用语言描述，甚至很多人认为是无法用语言描述的，但是你应该要试着用自己的方法去表达。如果你能够用语言表达的出来，那就表示你真的懂了。重点是这些文字必须从你里面出来，所以我也在这里试试看，用我自己的语言与学习来解释如何如魔法般去思考。OK, 沙漠是我的起点，从此我的人生变得不同。我也发现很多的巫师、魔法师的语言能力都特别好，像是我的前男友，他懂八国语言，然后我的一位萨满老师，他是语言学的教授。我觉得那是因为语言是创生，魔法就不是那一些知识迷宫堆叠起来的东西，那些东西有一点像是障眼法，也有一点像是你的内在必须要转化。经历像是毛毛虫蛹化成蝴蝶那样子，本质上变得不同之后，你才能够穿越那一些文字，进入到一个空间，才能去截取那个空间当中的力量。或许这些听起来很抽象，但是这的确是我的经验跟理解。 OK, 重点来了。OK, 重点在于我认为魔法不存在于过去，魔法不存在于未来，魔法只存在于当下每一刻的显化与再显化。就像我现在跟大家在讲话，在演讲，但是同时我也有一个意识在看着，见证这一刻也是我创造出来的。我同时站在那个包含一切可能性的混沌源头，在所有的可能性当中把这一刻活出来。一部分的我是同时站在过去、现在与未来的一个点，同时踏在两个世界。卡巴拉的最原本的意思是接收，去接收。我的魔法家教常常会提醒我要打开去接收，要知道你是有魔法的， Knowing that you're magical. 虽然我们也会交换很多魔法的知识以及一些仪式的心得，这一些比较着重在运用的东西，但是我们好像都知道那只是术，是技巧，是技。我觉得我的魔法家教常常要我放松，去留意力量源头是如何从混沌中创生。我可以在那个源头，甚至成为那个源头。如果这样说听起来没有太抽象的话，就像是有一次我跟台湾的侯俊明聊天，他说他也不是很懂
佛法。不过佛法有说，如果能够回到那个源头，那个合一，就会有源源不绝的创造力。至少在我自己的意识旅程当中，的确有这样的经验。我的黑暗，我的母性，我常常被说像大地之母，我的疯狂等等，我的确常常觉得自己变成土地的一部分，用身体跟意识感受土地以及所有的创生。我是用我的身体跟意识去学习的。天地之间的奥秘向我敞开的时候，童叟无欺，且唯我独有。我只能够用这样的语言，试着以二手的经验这个方式传达给各位。我只能够说，每一个人只能够用自己的第一手经验去学习，无论是萨满或是魔法。Next slide。OK， 最后我想要用这一句话作为结尾。这是一位60年代很重要的迷幻药研究的哈佛教授 Terrence McKenna 他说的一句话。他说，我们称作的真实不过就是文化与语言所强化的一个幻想罢了。 OK， 谢谢大家，演讲结束了。Thank you so much, Marina, for that wonderful and very inspiring and interesting presentation. I have actually been called multiple times to do a PCR test at this moment. But I'm sure that with the time that we have left, many people in our audience have, I'm sure, have many questions to ask of you. One thing that I did want to perhaps open up the discussion with for you, Marina, is, let's see, I really wanted, for those of us that have a hard time, a difficult time with this alternative way of knowing, to begin to adopt or explore, or as you mentioned before in your workshop, last week, to suspend one's disbelief. Is it simply a matter of will, like human agency, to engage in something like magical thinking or to, you know, adopt a shamanistic cosmology or worldview? Because when I think about this as just a matter of will, a choice perhaps, which I know you mentioned the shaman's illness in which it chooses you, but if it is a matter of, you know, a choice to engage, to suspend one's disbelief, doesn't that just maybe reaffirm the agency of human beings to will their thinking and therefore being in that order? What can you tell us about maybe how others, maybe spirits or non-humans, what is more than human, might act on us to disclose this other world or to enlighten or this process of gnosis? Is it a matter of persuasion? Does that make sense? Okay, 好，我大概懂你的意思。我的回答是这样子，我觉得问题在于我们现代的社会文明，我们当代人呢，完全跟大自然是切断的，这个是我们人类的疾病跟很多的问题的根源，可是我们没有办法跟大自然切断的啊，我们就是大自然的一部分，即使我们认为我们的科技很先进，我们因为我们人类在过去这100多年，我们只有开发我们的大脑，我们只有运用大脑，那可是我们就是大自然的一部分。我觉得我自己经验到的是，我看到越来越多人的灵魂渴求这一个连接，无论他有没有主观的主动的意识到，或者是被动的
很多人忧郁症嘛，对不对？现在你赚再多钱，你都觉得不快乐、不满足。你这么努力，可是你怎么样，就是没有办法得到一个安稳跟满足。我觉得这是一个人类还有地球的一个在唤醒我们人类的过程，因为我们没有办法再这样下去。你看地球已经被我们搞成这个样子，战争、疫情，所有的这一些，我觉得这一股力量在唤醒所有的人。那每个人的过程跟故事不一样，那的确也有人感受到、直觉到什么，会有兴趣开始主动的去学习，也我觉得也 OK。 重点是你的那个学习如果都是用头脑学习的话，那你只是塞更多的知识在你的头脑，你根本没有跟萨满这件事情连接，这是我的经验。而且通常这样子学习萨满的人都会更骄傲，就是有很多的，就是用知识更膨胀自己。那个我觉得没有力量。我希望可以有回答到你的问题。Yes, that was very helpful. Thank you, Marina. I'm going to actually turn things over to my colleague Iris Zhu, who will help moderate the Q&A for you. Apologies to everyone here. And Iris, if you want to take up the next few questions from the audience. Thank you, Marina's 的演讲。刚才观众有第一个问到的问题是一位叫 David Chu 的观众，他有问说想请问萨满和魔法的差异是什么？谢谢。OK， 好，这是一个很好的问题。最简单的解释就是，萨满呢，一个人之所以是萨满，不是因为他多厉害、有多强的法术，不是。一个人之所以是萨满，是因为他有他服务的族人，他是为了服务他的族人，为了他的部落，为了他的血脉能够兴盛、能够生存，才变成萨满。所有的萨满做的事情都是很务实的，生了病要治病，没有干旱要祈雨，占卜，就是都是为了要解决生存的事情，非常非常的务实。那这个是萨满。那魔法有什么不同呢？魔法跟萨满这两条路其实是交错的哦。它唯一的不同，而且很多人会在这两条道路就是会交叉，会跳来跳去。魔法作为一个魔法师，他的目的是非常自私的，不是不好，而是他是完全为了自己。魔法师学习魔法、运用魔法，为了自己，以自己的主观去创造一个他所想要的宇宙，他所想要的时间跟空间，然后魔法师居住在里面，这是最大的不同。希望有回答你的问题。好，谢谢 Marina。然后第二位观众是 Joe， 他问说如何找属于自己的萨满，例如说印加、尼泊尔、蒙古等。然后他还问了一个后面的问题，是针对刚才你提到的，就是如何停止用头脑。他问怎么样停止用头脑，是静心吗？我认为当代我们现在在讲萨满的时候，我们说的萨满，这些印加萨满啦，或者是这些市面上在流传的这些萨满的东西，我认为是一个西方白人发明出来的萨满系统，然后被当作是产品在行销贩售，
然后透过这个身心灵的市场的强力的促销，然后行销到全世界，它变成是一种，我认为讲得很难听，可是我真的这样认为，我觉得是一种二度殖民，就是把这些东西再一次的殖民到世界各地，然后变成身心灵的商品。嗯，我虽然我也学这些东西，可是我越来越意识到这些不是我要的。要怎么样找到属于自己的萨满？请你从你自己的血脉开始。你自己是谁？你在哪一个土地？搞清楚你是谁。然后，你的，还有就是我觉得，我真的觉得是一个，你如果真心想要，他会来找你，然后他会带领你，然后会有一连串的梦境跟奇幻的遇见，就像我的故事一样。我觉得是这些在带领我，不是那些书，也不是那些学萨满，现在当代的萨满学校。那如何从关掉头脑这件事情，请大家不要再努力了。我是说真的不要努力，然后慢下来。真的就是我们都忘记了，我们都忘记慢下来，然后请你拨出足够的时间跟空间去到大自然里面，什么都不要带，不要带手机，不要，都不要，就像是我那时候进入沙漠一样，就是清空，然后跟大自然会教你。我觉得唯一的老师就是大自然，我觉得没有人的老师，我觉得这个世界上没有一个人能够教另外一个人萨满，没有，一定是看不见的力量来教。那你每一个人怎么跟他自己看不见的世界的力量连接，那就是每一个人的学习。希望有回答到你的问题。谢谢 Marina。 然后接下来的一位观众是 Ring Here Since， 他说谢谢 Marina 很有启发的课程，参加了您上周的线上萨满工作坊，请问您之后对开线上萨满和魔法课程考虑的如何了？很期待开启线上课，谢谢。我有因为这次 ICA 训练过之后，我发现我可以试着上开线上的课，我应该会开萨满的课，但是魔法的课，我要再考虑一下，因为我不觉得魔法可以，我要再考虑一下。好，谢谢。接下来有一位观众，Angelina， 她有举手。Angelina， 你要自己开麦说吗？好的，Marina， 我听了你的讲座，特别的激动。我现在对这个萨满和魔法的，尤其是萨满的看法，就是我觉得它是有一定的经验，但是就是在宇宙间那种系统论的一种掌握的一种，就是一种经验和意识之下的信念的力量，信的力量。然后我今天想问您的问题就是。我想问您四个问题，第一个问题就是在当下这个阶段，你最想通过魔法还有萨满还有你的这个whatever 你有的，你想显化什么？第二个是说，就是我觉得就是萨满啊魔法啊，就是像你这个身心灵的这个艺术家或者说 Marina 本人，我觉得遇到灵魂伴侣或者双生伴侣的这种几率很高，所以你有遇到吗？你怎么看灵魂伴侣这件事情？第三个问题是，就是我注意到一个细节，您当时找了一个 partner， 这个证明你女艺术家一起合作项目。那我的好奇点就是说，你为什么没有选择自己独立完成，而去找这样一个 partner？ 然后第四个就是说，我觉得我内在也是一个萨满，我也想尝试层水，但是我现在好希望你能教我一点小魔法，谢谢。然后期待你这个下周的那个工作坊。OK， 好，好多问题。我听到的，我现在还记得的，我赶快说。首先我觉得无论魔法或者是萨满都没有信念这件事情，你没有要相信任何东西，没有任何的教条，
没有信念，没有任何一个人有资格叫你相信任何事情。无论萨满或魔法，都是你内在直接的去跟看不见的世界所经验到学习到的东西。我觉得他完全没有任何信念这件事情。然后第一个问题是什么？我忘记了。你最想显化的是什么？在现阶段，对，通过你的魔法或者萨满或者你自己本身的资源，你想显化什么？我想要显化，有一点像是那个日文的咒语一样，我想要显化一个美好的世界，真的就是一个我想要居住的世界，美好的世界。然后无论你如何理解这件事情，对，然后第二个是什么忘记了。第二个就是在身心灵包括萨满和这个 magical 领域，我觉得很容易遇到灵魂伴侣或者是双生伴侣，你有遇到吗？你怎么看这件事？我觉得这些概念是身心灵的产业行销出来的概念，真的，我真的认为这是过度，你知道吗？过度吹捧。我不是觉得没有灵魂伴侣这件事情，有没有遇到？我觉得有不同的灵魂的伴侣啊。那我比较不喜欢用这些名词，我觉得它太过于，就是太过流行，然后有点大家强加很多的很吸引人的概念在里面。可是我还是希望，就是我还是劝告大家，回到自己，就是如实的去经验这一些关系，然后而不是要去证明是什么什么什么这样，我觉得有点太多了。然后还有一个，你问说为什么我不自己创造作品？因为我从来都没有想要当一个艺术家，我真的没有，我到现在我也不觉得我是艺术家。那真的是有一个声音叫我去找银如，然后我们就变成朋友，然后其实是很自然的，然后我也很享受这个过程。然后死藤水哦，我还是强烈建议去秘鲁。去找真正的源头，因为要有能力带死藤水的仪式，你是要在部落里面至少要完成一个一年的斋戒的学习。那我很少看到这样子的人。那魔法要教魔法其实你如果能够，我是说我不是开玩笑，我也不是糊弄你。如果你可以每一刻的当下都完全的在这个当下，你没有思绪，你没有任何一部分是在想过去或者在担心未来，你一直就是能够让自己完全的在当下，你就开悟了，那个就是魔法。我真的是这样认为。可以吗？ Thank you, you are awesome. Okay, thank you. Should we? Hello, I'm back. Oh, hello, Michelle. Hi. I think we're really overwhelmed always with the immense response to your lectures and your workshops, Marina. But I'm afraid we should probably leave it there. And for anyone else that would like to join us on Saturday, we'll have another workshop on Saturday and Sunday, which Marina mentioned in her talk. And then for those of you that are interested in a art historical and theoretical context, perhaps for, you know, the practice and the projects that are part of at the ICA this season, we have also recently announced and are organizing a lecture by the curator and critic Shen Boliang in about a month in late May. So we hope that you'll join us for either of these events the rest of this season. Before we conclude, I just want to thank Marina once again for so generously sharing
her knowledge and her experiences with all of us. I also want to thank our very talented and fastidious interpreters, Emily and Sharon Shang, and of course, our team at the ICA, Iris Zhu, Yang Bao, Danny Wang, Weizhan Wang, and Jing Tianzong. Thank you all so much amongst you in the audience for participating today, and we hope to see you all again soon. Bye-bye.